真哥呢昨天学了一句，学了什么？教你讲一句，你卖修北吧，讲一次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你起冲突的时候很好用啊，真的很好用。你卖修北吧，阿弟哦，你阿妈死都唔知啊。讲错了，真的是讲错人了。每周五中午12点，开着餐车交朋友就。